浆耶，晕浆。其实一比较可怕的是购物吧。我光一双十一，我都知道，我今天快有，不知道我快花10000块。因为它很多买一送一加5折，女生应该都知道。对，然后淘宝还免运，只是淘宝会等比较久一点。哎，你这边接公司啊？所以光棍节还好，就是购物才可怕。只是每次遇到双十一的时候，就会很可怕，钱包大失血。好啦，真的很煎熬，我的钱包在哭泣。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这么流行，没人，你会去煎熬啊？